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咱们的《说文解字》追根溯源讲的是英文的一个词根，这个词根是 dem，D-E-M，它的来源是古希腊文的 demos，这个意思呢是民众或者是大众、全民的意思。那么我们所见到有 dem 这个词根的词，普遍的都是跟民众、大众有关的，demographic 人口。Demography 人口统计学，Democracy 民主，Pandemic 全民流行的，Epidemic 疫情。所以以后大家只要看到 dem 这个词，就知道它是跟人民、民众、大众有关的了。感谢收看，咱们下次再见。